祥符元年，公元1008年，宋真宗西冲虚冠天师于泰山封禅，典礼过半，天空忽现一裂缝，缝中妖魔灌出，万千妖魔如山洪倾泻而下。 风扇台瞬间变为一片尸骸，混乱中，宋真宗与冲虚观一众道士不知所踪。风扇台众妖魔高呼：“八方妖主重回人间！”总算逃出来了。 张卓越，大师兄，你卓越，这是师父用性命保，要么你保护天书。哦，杀！又来了一只妖怪，先走一步。 这就是，应该是了。白鬼噬魂，汗头了！一碗醉生梦死，汗头了！ 这边血气太……不要跟这个小子胡闹！蓬莱，妖神转生的你，哼，交给我！这里太危险了，卓越，你好。 我呢，就是人称开天辟。还给我，你又看不懂，你这个狐给我看看。哎，懒得管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我。前些天我们遇到一个疯，当时他发疯一样的狗，不知道那些妖怪怎么……总之没经过什么。昨天他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。 师兄，我身体还没无力。
师兄，咱们没有路费了。那村子妖气很深。那村子里的妖怪张卓月，我这么不吉利的呜、那你非要跟来？不跟来，放心，他呜。前面好像有什么不变成妖怪之后，我灯笼早就发出金光。哦，这里有天。师父要我们啊，就是一本破书。当时我背着这，可谓是走。说重点。我缓缓地打开天。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不是书有稀奇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我当时恼羞。但当我把说天书上发出读，你怎么会读蝌蚪文？别打岔行吗？你继续。然后就从狸，你说这狸猫精？什么狸猫精？妖乱风煞台的，你看这狸猫，难怪师父要我们用心。现在知道了吧？这应该就是我们冲虚观秘宝，乾坤隐秘无。据说此书有降服天下妖。哎，等等，难道你师父要你们？我师父才不在意什么天子皇权。不重要。
我要去好好研究研究这。你们这群冲虚怪的，我一直很看重。我也很看重。